我主要是副本子，我副本子是我是玩了20万元。兄弟们，咱们今天来到了贵州啊，去拜访贵州的一位赛格赢家新力割业的苏总。据说他每年都能在红枫、开创、开源、诸多大棚啊都能飞高位。咱们今天就去好好看一下他们家的鸽子究竟有什么不一样。走走走，请开门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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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滚滚滚滚滚。走不起来了。好好。苏总家的大豪宅。好豪宅是吧？整个就是这一套就是专门黄车的，这照片做的大气啊。奖杯都不想看了，直接看鸽子去。你说我的一个这锅配了两个，我这两个不是连窝，没这个我就出开开给他4700。配这个我就出现在房间，因为这是一句双母，一个公配两个母，就是又出现在房间，又出开也是4700。这个子又来配这个鸽子，配这个子，直到现在就做出了红枫大棚的预赛还是全在4700。你刚才那个，哎，它都是一发鸽子，哎，一发鸽子，真厉害啊！兄弟们，给你们看一下新力割业啊，苏总家的鸽子啊，有没有发现全部是一个体型的？什么叫做高手？所有的鸽子都没有走样的，看到没有？我这不会说什么，就是转圈。转圈，对。我给开了。这么小就给？哎呦，全部打了给了。这么小就分了？分了，就是我懂了，我有什么放气势了？你说分了？这吃的好，我说，这果子啥都爱吃的哈。哎，一包。这么大的条，这一毛毛茸茸一毛，你点开，我一天点的吃一大勺吃，比那我都不来嘛，你等着，我是贵州的，这就是小，就小一点，这么小就来了，哎，就够分了。这就昨天讲的那个鸽子，咱们贵阳飞的鸽子福利一定要好。对，在贵阳这个地方，这就是咱们打贵州的。在贵阳这个地方更能体现新的鸽子和聪明的鸽子的优势。哎，都是七星啊，四星啊。嗯，体型大那个肯定就很轻，但是它也有肌肉。哎，你记住，肌肉我操，福利这是福利好吧？它不像北方的鸽子，非大肌肉，要有点分量，那边风大。就风大，那边风大。哎，要有分量，要承接住。这么个气压不住，哎，压不住。我说小个子去这样的，你就飞不了。哎呀，最大的。这种啊，它体型也不大，但是它肌肉也很好。嗯，肌肉也很好。嗯。哇，这个翅膀你看。这个是快鸽子，这个鸽它的圆，气球风格的绝对完美。它的腹肌也是七十三公斤，它肯定是完美。就这第一只，哎，第一只。几代连每代都飞，子代、孙代都飞。所有果子源头，源头，这就是所有这个果子的源头啊！你刚买的，刚买的。源头哥，源头哥，是我的吗？来了，这是。这就是新力割业苏总家的啊，主力的种群，盖比配的他的股本，就是一只鸽子啊，造就了新力割业，感受一下。一样的、啊、特别凶啊，这种。那个整体是柔，对，柔，嗯，骨架硬，很柔。这就是定向培育的好处就在这里。你动一下吸一下的，我们都很难做。我们是说一般的，你看苏总打哪个比赛就打哪个比赛，打下来，所有的鸽子就基本上，它就很一致，一点不乱。体型上面，这也是公仔，公仔啊，如果你觉得像短嘛，枪子也够量的够，45，开的是不是？我丢下来了嘛，就是抓了，大哥。这个就他自己儿子，特别像啊，像儿子，年纪小一点，一个年纪大一点，嗯，聪明度也够。天天都养的，嗯，天天都养。我有钱人，我的感觉就是，我玩了这几十年啊，就是最大的特征，就是个子一定要中，而且毛要紧，要口要紧，而且体型要协调。
不洗的，不洗的。大提琴要有大提琴的，哎，对，小提琴要有小提琴的体格，哎，对，但是大提琴不能做，嗯，要洗。这头上到腰啊，啊，头超过中主线了，嗯，他中主线超过中主线的鸽子，我觉得是最好，就是他的九超九，对，九过了超过中主线，嗯，我就觉得是最好。原来最早我们原来小的时候玩鸽子啊，当时买了一只电脑管理的鸽子，买回来以后。他站在那上面，他老婆说就翻过去。他在我们当时还认为是百多公，还是生病了，还不重视。最后让这鸽子出了很多冠军，那就十七岁是聪明的鸽子。这一个鸽子的活力好，一个就是聪明一点，聪明哦。嗯，聪明的鸽子。那我们上去根本飞不回来。他定向首先不好，他怎么飞？我主要是副本，我主要是副本，主要是副本。哎，主要是副本。我副本这阵子光是玩了20万了。一路鸽子啊。不管在家里有块鱼，家里有电脑。现在新出来那些啊，有，现在有引进嘛？但我主血是虎本，主血是虎本，哎，虎本为主，其他鸽子就是拿来过桥的鸽子，就是改良的这种。哎，对，就因为你鸽子长期玩的话，会进修会退化嘛，退化，就是改良一下，新的这个血液进去。你养这个养了几十年了，应该？我养太早了。啊，我养的太早了，我九岁的开始喂鸽子。九岁啊？嗯，九岁的喂鸽子，我父亲一直都在喂，没停过的。没停过，从九岁开始。哎，就是，那是我父亲喂的话，我给他那个，我父亲他忙咯，就是我给他喂。相当于是子承父业。嗯。